这工地上还有人在住，进去看看还要不要师傅，住几天灵活。老师，我这个要不是还要住两天吗？乔红家的哦。没砖呐。没砖没柴的哦。看要不要人了，那个啊？有人都人了，还住了好久红家？马上住红家的。低了，低咸了啊！我第一次去，是恁个开的吧？晓得的凶。还是个独砖的吧？我也采访独砖的吧？是不是啊，老师？这次去砖的话，咱哪能可能呢？大家他们的真的还要不要人啊？真的要。啊？你去问老头。要问头儿啊。刚才问了工友，他们说那羊低了，这两天材料不好拿，他们都只做到两天活路了。所以说现在的工地上啊，那个灵活是不好找的。只有米粉了，没得活粉了。炒米粉嘛，辣椒。炒一会儿啊。哎，辣椒。少加点吧。分量炒多了，和多了啊！炒香点喽，炒熟一点哈。兄弟们，干饭了哦！今天在工地上来找活路，找灵活。刚才去看了一下，还是不满意。大家看，这炒还是够香的哦。老板说了，这一盘不够，还有一盘多，反正十块钱吃饱。在工地外面路边摊那个炒粉还是多香，多好吃的哦。你说你炒面是不要豆芽哈？哎，一份都要。是不是？哎，不要豆芽。炒面嘛。我要吃炒粉儿。辣椒也要要嘛。嗯。有点辣哟。他们说屋里，那最先还是以后吃。这屋里那个还要坐地上去。老板还没吃饱啊？还有还是？给我端过来好吧？吃了嘛，吃了完就好。好，谢谢哈。老板还是多大方的哦，一盘吃不饱，再来第二盘，那盘吃的可以差不多了，两大盘了，好吧？可能很多人呢吃这一盘都够了，川哥的饭量大呀，今天吃两盘。吃饭，老板那边还烧的火烤，哇，好烫哦！好吃，多香的啊！多香的，哦，安逸安逸，安逸安逸。老板还是想的多周到的，俺的盘子用食品袋把它垫一层，它免得洗碗嘛，这样啊又干净又卫生哈。
来，老板娘，收钱，10块钱，确实吃点安逸，吃点饱哦，谢谢哟。不谢不谢。两盘炒粉，两碗稀饭都才10块钱咯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录在这里哈。吃完饭呢，看看去工地上再找点灵活看看，有没有哪合适的灵活，再住两天。过年呢还有几天嘛，住两天呢，这儿怕了不强哈。大家拜拜。